好，来，欢迎来到那个 T bar 那边后面来拍照一下。好，先看我们舞台的中间。好，林浩普导演呢，曾经在1998年以16厘米的偶动画短片《末日世界》获过台北电影奖非商业类最佳动画片。好，最左边是他暌违21年之后再得到台北电影奖的奖座。好，导演举一下。好，再看一下中间吗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看一下右边，导演看一下右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请导演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得奖的一个心情哦。非常感谢台北电影节，因为三天两夜毕竟还是一部人生剧展的规格而已。非常感谢台北电影节的评审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看见。因为其实三天两夜是一个关怀弱势、关怀新住民的议题为主的一个影片。那如果没有办法让人家看见，就失去它本身的意义。所以非常感谢台北电影节。好，感谢林导演。好，谢谢林导演上次的作品入围哦。他其实表演已经超过50年了。来，好，把讲座给我们大哥。好，然后大哥，请看我们的舞台前方那边，加左边。分享一个趣事，去年的时候我在后台碰到兵哥，兵哥一看到我呢就，哎呀。最近喝多了，我有看你的麦麦克要掉了。然后兵哥，我是伟宁，然后兵哥就后台永远太暗，我看不清楚谁是谁啊。OK 吗？好，勇勇。希望兵哥今天可以分得清楚。刚刚是一个露上面，现在是露下面，颜色也不一样，应该分得出来了吧？兵哥现在又在后台乱跟人了。哎呦！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把麦克风给小虎友大哥哦。好，小虎友大哥，这是我们第一座影帝哦。同时啊，您也可能成为我们台北电影节史上最资深获奖的影帝，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情。这怎么讲啊？太复杂了，太复杂。从影到现在。俺不追究到不追究，18岁拍台语片到现在，总算对于我感觉有点交代。拍一老大人付出很多心血，没有一场没有我。每天像赶鸭子似的，不停地拍，不停地拍。嗯，虽然这样，我们的作品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好，感谢小布偶大哥，我们先到这边来休息好不好？哈，这边等一下会有媒体联访部分。影商刘奶奶，有请刘奶奶。来到我们台前，以及另外一位以野雀之诗获奖的李易杰，两位同时来到台前，这也是台北电影节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两位影后的先例哦。来，我们请完之后就让我记，两位影后一起到我们台前中间来合影哦，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画面。好，我们两位先合照一张。你的脸呢？其实不是。我们两位合照一张完之后，我们会先请花了一些时间找了一些人来给我拍他脸上的样子。好，这个然后很认真的凝视一个人的样子。好，两位的合照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会先进行影帝也跟影后一起的合照，好不好？一个凝视的情味，但是我们其实。
好，我们现在先请我们小护斗影帝大哥一起来进行影帝跟影后合照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小护斗大哥来到中间，来跟我们两位影后一起合影哦。然后小护斗大哥的讲座，也不难做，但最难是等一下，他的讲座有，我们去帮你拿。然后我们有可以装笑的。不是，如果怎么样？好，来，谢谢，历史性的一刻哦。恭喜科长姐，也谢谢班长们。好，姚叶 ，OK， 好，非常可爱的一个画面。好，大家一起喊哦。中间，中间，护手大哥，中间，列兵。哎，现在是广告休息时间，三分钟后将回到现场。需要离开会场的贵宾注意时间。好，然后三位的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架出饼，架出饼。摄影大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画面想要？好，两个影后单独拍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有请小护手大哥到我们台下哈。OK， 可以了。回电立马安内了，这两条。啊，好。左边，左边。哦，奶奶今天还有带中间，奶奶的钻石好大颗哦。你我叫我看到，奶奶你也选这球来来看的，哦，跟他十克拉呢。哎，奶奶。还需要一节做什么动作吗，会长？会长叫每个都要跳一下，你比较年轻，你可以跳。会长说的啊，会长说的。好吗 ？OK 吗？各位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请一节到台下哈，我们两周的导演王邦全来，请王导演再一次来到台前哦，接受我们新闻中心的拍照。好，那一样的要麻烦你再高举奖杯哈，因为这是一个百万首奖，是一个更为特殊的殊荣。好，左边，那这也是第三次百万首奖是由短片拿下。那前两次的短片包括有2002年两个夏天是呆人指导，第三届的城市飞行。你被割一条了，不是不是讲座，不是讲座，是你整个人跳起来了。哦，你还有另外一座奖在楼下吗？哦，好，借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借一下。你被割一超级玛丽跳了，麦克会长示范，妈的。好，然后麻烦那个，因为会长喜欢拍超级玛丽啦。好，那就再麻烦导演。好，安娜。好，所以会长我们要跳吗？啊，导演您愿意跳百万呢？吼，要超级玛丽跳哦。OK， 来。好，请麦克风递给导演一下哈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殊荣哦，因为台北电影节这么多年以来也只有三次哦，百万首奖是由短片所拿下。导演来说一下今天的一个双喜临门的感觉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然后我是真的就是还在受惊吓中，
因为就是第一个，然后就是还有最后一个这样，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讲什么。那拿到了百万首奖，这个百万你要怎么运用它呢？因为我的片都是跟底片有关，所以我可能会买很多底片。OK， 好，那我重新投资哈。好，感谢导演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再一次回到我们台，现在又来了哈。哎，等一下，蔡导你也有两个讲座，一样要，我们拿两个讲座给你。啊？好 ，OK， 太，这样更有趣 ，OK。好，导演麻烦你们后退一点点，一样回到那个线那边，好不好？这样距离可以吗？被小布头怕了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会，没想到拿奖还要被小布头怕。好，好。好，下次来看一下右手边导演，麻烦还有小康看一下我们右手边。好，各位可以吗？好，请递麦克风给导演一下。可以下去了。对啊，导演不要下去。好，导演，哎、欸，小康、okay. 啊，那好，可以。导演，您刚刚在台上，小护头大哥跟你邀片了。我真的听进去了，你真的听进去了，对，所以导演您的下一步没有，他真的很感动人，是这些老演员刘商颖啊，导演你看前面的镜头，刘商颖大姐也是，就是反正我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养分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就是从小看到大的，就是跟家里人一样嘛、啊，真的很感动，非常感动，所以老人家说话要听，好，要记住。好，老人家说话要听哦，要记住，要听到，要听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感谢导演、okay, ，好，谢谢，可以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哎，我拿过两个。规格剧情场面哦，我们这个团队会比较庞大，除了我们的监制唐大哥，还有我们导演黄导演会上台，是不是我们黄家之间呢？啊，获得非常多观众的共鸣哦，纷纷认为这是一部很特殊的电影。然后那个唐大哥，我们往后退一下，到再后退一点点。好，到那个线那边 ，OK， 好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来到那边 ，OK， 好，请看各位的左手边，先看左手边，左手边，好，再看中间，各位的中间，可以啊，再看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。好，各位可以吗？好，中间站一下就是好，中间看稍微，中间下方，中间下方，中间的下方。好，左边站一次哦，各位。OK， 各位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把麦克风递给我们的唐大哥监制跟导演一下哦。好，唐大哥，这边都是大家以前的同业。谢谢大家。那老大人其实今天少感谢了一个团队，就是威视团队。我们电影其实真的凭良心讲，因为它是比较小众的题材，所以从集资到拍摄，乃至到最后的宣传发行都不容易。那结果后来发现，好像今年到上半年的话，那它的票房居然是第六名。那一方面开心，一方面也是感触很多了。就是说，其实台湾电影真的不好做。那希望媒体朋友们大家支持，然后让我们能够拍出更好的电影，票房能够更好。谢谢。好，给导演来，导演帮我们说一下，刚刚在台上有没有漏了什么没有讲的呢？要感谢我老婆一直全力的支持我。刚刚有人叮嘱我要讲这句话，然后没有，我还是真的很开心，然后能够以老大拿到最佳影片。那我们刚刚有另外要感谢的，其实是我们的投资方，就在不计商业票房的利益下，愿意投资这样的小众电影。所以再一次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整个团队，谢谢老大人带给大家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作品哦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好，今天新闻中心的一个拍摄的过程呢，我们等一下看看评审团。